受不了啊！你怎么在高速公路上睡觉啊？不是，这刚才实在难了，就眯了一会儿。你们看到这里就是个下道口，你不开下去啊？把你的驾驶证、行驶证出示一下哈，然后你开到下面去，好好休息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这里很不安全，走了不少的。开下去哈，开到收费站外面，在外面睡觉。